据盛传消息说，在青海省某地养鸭场里出现了一群怪鸭子。每天都是这样。为此，工作人员亲自前往核实情况，结果发现该饲养场里有上千只鸭子，外形跟普通白鸭无异。但令人惊异的是，它们每一只都能从肝门里喷出火苗来。经过询问，养鸭场主人自己也不明原委所在，只是猜测说，在当地农村的土壤里可能含有多种矿物质，因此才导致出现了这种鸭屁股喷火的怪现象。出现了一群怪鸭子，它们竟能从肝门里喷出火来。ใหม่เมล็ดทานตะวันสันสแน็ครสเป็ดปักกิ่งพ่นไฟ